他是一竹乡的乡民，对这片土地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。这里以前是八区盐场，遍布着许多盐田和渔温，也是他小时候的回忆。后来转变为生态池与志宏池，成了皮鹿们的休息餐厅，愉快的在这里休息和假崩啦。他说，偶尔带小朋友来赏鸟就是最幸福的事啦。他是台湾爱贵绿能生态馆的导览员，他的总公司维能能源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再生能源民营公司。2017年，向政府承租了八区盐场这块土地20年，建立台湾爱贵一竹发电厂。这里的面积有80公顷，将30%的区域保留作为生态池，剩余的才安装太阳能板，在产生太阳能电力的同时，也以科学与专业的资源投入生态保护。身为环境团体的一员，也是爱鸟成痴的他，在一竹电厂监测生态池，好让更多水鸟有吃饭、休息、玩耍的地方，这是他最最开心的事。他说：“哎，你知道吗？不同水位会吸引不同的水鸟前来哦。在水位低时，会有腿短短的小型水鸟来玩耍，像是东方环颈鸻、弯嘴冰玉、黑腹冰玉、红胸冰玉、长趾冰玉、太平洋金斑鸻这些可爱的小小短腿鸟。在中水位时，会出现反嘴鸻、高跷鸻这些身形中等却拥有逆天长腿的鸟朋友。”而高水位则是会有游泳健将、皮嘴鸭、尖嘴鸭，还有长腿水鸟出没，像是白鹭鸶家族、黑面皮鹭这些乐开。为了吸引更多鸟类，电厂将生态池规划为东西两侧，东侧是裸地的人工生态岛，西侧则是深水环境的湿地生态。除了设置抽水站来控制水位高低，也有水门和分流站，透过临近大排的涨退潮，将浮游生物、鱼虾蟹贝自然溢流进水到生态保留区中，实时补充新鲜食材。让各类鸟朋友们都可以来这边做客哦。相信未来他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的鸟类，一定会很开心吧。调皮的他很想爬这根鸡桩，喂喂，不可以哦。他可能不知道，这是为了百年洪水而设计的高度。这里总共有25000只鸡桩，19.5万片太阳能板，并且透过地下化输送电哦，是不是很酷？还通过国际 IEC 62446认证，是台湾第一个，也是亚洲第一个获得国际认证的光电厂，是一座69千伏特高压电厂，总装置容量为70.2百万瓦。啊？什么？很复杂是吗？没关系，总之它是目前台湾民营最大的太阳能电厂。这样的电厂，夏天时平均一天的发电量就可以供我们的手机充电50亿次，让你拍照拍到手抽筋。身为太阳能电厂的维护人员，确保每一片太阳能板安全且正常的运作是他每天的工作，而电厂拥有一套非常完善的维护与管理方案以及灾变因应流程，所以整个电厂是非常严谨与安全。放心放心，安啦。他说，你们一定很想问太阳能是怎么发电的，对吧？太阳能的能量照射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薄板上，吸收阳光并转换成电能。不管是晴天还是阴天，太阳都会毫无保留的供电，而太阳照射地球1小时产生的电力，就可以供全球足足使用1整年。大自然真的很厉害吧？但如果太阳能板脏了，就会影响发电，那可不妙啊！这时候就可以透过雨水、无人机清洗、自来水人工清洗3种方式，来让太阳能板恢复战斗力。自来水人工清洗是雇用当地居民，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。清洗全程都是使用咱们台湾的天然自来水，让水直接流入地面，涵养土壤。到了2040年，这些退休的太阳能板就像资源回收一样，拆解后重新再利用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，还能创造更多经济效益哦！掌声鼓励鼓励。根据调查，台湾手机回收率只有5.2%，而每一片太阳能板上都有专属的编号，且太阳能板的回收率已经高达95%。除了太阳能，目前在台湾发电方式还有风能、地热、海洋能与水力等不同的绿能。现阶段的太阳能占绿能发电的8%。政府提出2025年太阳能光电20吉瓦瓦的目标，希望未来绿能发电能达到20%，减缓地球暖化，也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哟。一竹发电厂平均每年可以产生1亿度电，可以提供16000户家庭使用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58000吨，一年可以省下82万吨的水资源。施工期间创造600位当地人力的工作机会。在维运期生态区可以提供4000只鸟类栖息。开馆一年，已经有1500人来这里参观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
20年后，要给异族居民一个美丽生态的土地，在地生耕，实现绿能。